左下腿痛，又造成了一个背痉感啊，又出来一个背痉感啊，是左下腿有问题啊，也在往后退啊，这种退啊，应该要持续一段时间啊，就是人家是不管啊，现在我还得把这个事情做完啊，再继续下去啊，我这边肚子有点慢，人家好受一点啊。等他自己明白这些的话，不是怎么这个啊？好啊，又有个非典啊，又有个变形啊，走了啊，又走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